只要找到桂林，我就袂放你出。为着你，我会当变作是恶魔。遐人啊，就算讲要求你的原谅，也无法度。 就偏爱啦。啊，不过我较希望是我家己当亲手去做。那呢，我会甲你聊着，互你家己动手。 我只是想要警告你，你后盖若是继续伫个病院范围内底用暴力的手段去影响到大家安全，那你无得靠，我就会甲老会长、胃里的身躯被抢走。你无迄个本事啦，清源袂听痟的话，干嘛呢？你安尼讲，就我足想要试看卖啊，王亚芳。 你莫掠总讲清源嘛，就来有你，你都有资格甲我拼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若阁毋知影死活要继续诱拐清源，那你甲你的后生，还阁恁兜的人，真紧就去甲恁小妹王雅慧见面。王雅芳哦，我带清源来讲你的店，后来阁敲电话甲我呛声，迄就代表哦，清源心口又改去。啊，所以若成功哦。 咱两个都真正什么拢无啊！可是什么拢无的人是你啊，不是我查甫人好抢走。啊！我若什么拢无，你的日子敢有较好过啊？还是你规气把左家千金这个身份献给王亚芳啊？好了，我知啦。 我想，你小等着我过来带林森哦，去你去台车。等我跟王亚芳讲煞了后，你甲全全就会当离开啊。而且哦，我保证，我后摆袂阁去叫了你啦。你讲的敢真实？<笑>我讲的够做会到。阿嬷，伊的话根本就无法度信啊！恁若糊涂，阁去听一个歹人的话，甲妈妈骗过来。 全全，你莫怪阿妈啦，我相信你妈妈嘛，希望阿妈安尼做啊，因为安尼做才会当保护你。全全，啊是恁阿妈较有智慧啊，赶紧上车，小等我打电话给你的时阵，会记得爱情吗？哎呦，我无爱啦，伊一定有计划要伤害妈妈。全全，你若是阁继续反抗。 就等你妈妈来，阿姨唔知影，会安怎对付伊哦。你是个歹人！全全，莫阁讲，行啦。全全，阿母我来。
你是不是想要跟我结婚？你真紧就能看到伊啊！而且我保证，我绝对让你看到流目屎，听到就心肝。我即马就先甲你杀好死！ 老大家是无？你意思就是爱下油锅啊？啊，那看起来你三个人哦，会比我代志落去，知影是甚物款的事？我甲你提醒啊，这后世人哦，是唔通阁拄着我。啊，若无，你也有同款的结果。我阿爸，你了准讲我只有传仙女棒是无？但我欣赏完你为着恁后生考甲凄惨落来了后。 我袂记啊！歹势啊，互你遮尔无闲。啊，不过其实真正的消息，我早就已经等掉啊。虽然无法度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啊，不过我就希望会当跟你同年同月同日做伙死。 想要跟你做伙死啊！收拾我的狗喘是吧？哼！我就把你的手讲红了，你就给起来！我就看你的狗要倒对我娘的，我就把你的手讲到嘴高高，我赶快来出，我看你会当聊完走。 我就知影你定在所以藏起来。你，别怪我，我全身都阴阿妈走。今仔早困来哦，我唔相信你的豺狼。啊，若无，我是让你有勇气。我刚刚做一个三零零，千万无可能，让你伤害我的囡仔。我算个啥？亲。 到时阵若是无说离去上着你去讲，一世人无法度讲话，你就莫怪我。你，阿母，阿母，紧带雪雪离开，雪雪，紧走。雪雪，你先离开，你妈妈才会当安心啦。 你不是讲你准备好啊，要来对付我？<笑>但你的步数跟他这样了，你一个人就想要对付我，你根本是来送死的嘛？你误会啊！我讲的准备不是这個，为什么？回头。
方几个人问完，我希望你们插手。不用心啦，我袂插手啊。不过既然是你甲亚芳的问完，这两个出来，是不是应该先甲边啊？哦，即马存在平啊，咱年少会当好好耍钱。再去找我爷。我要放出去！你放出！你看呢？我真正的是，咱们一点好好搞，我回心的。我回心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我唔对，我跟你回心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你有准备，我也有准备。我曹凤是什么人啊？我哪有可能死在你的面头前？手铐紧给我抛开哦！啊，若无你这支手，我就给你剁掉！别跟我拖拖嗦嗦，抛开！警察来啊！收起来！